整整12年，我终于回来了。口碑飙升，话题不断，讨论度最高。既然他们要动用江湖势力，我就让他们知道这个江湖到底谁做主。风靡全亚洲，热播全台湾，重量级古装历史电视剧。 既然我活了下来，就不会白白的活着。《琅琊榜》。